艺人是如何保持身材的？像是这一位混血名模阿 Kimi， 每个星期一都要上四次健身房，每一次运动要至少两个小时。因为呢，夏天要穿比基尼，一定会做提臀肌跟大腿内收肌，然后再搭配慢跑燃烧脂肪，雕塑身材。大家好，我是 Kimi， 女生要知道我是怎么保持身材吗？跟我一起来。他在器材上脚不停地往后踩直，阿 Kimi 上健身房一定会用提臀肌雕塑完美翘臀。非常喜欢去那个海边穿比基尼，所以我觉得屁股翘比较好看，所以我要这样。大腿内收肌也会做个30分钟，开合开合，努力让大腿脂肪一点一滴燃烧掉。重量往上加，阿 Kimi 越做越吃力，从表情就可以看出大腿酸到快要受不了。但为了有双纤细玉腿，阿 Kimi 咬牙拼了。40公斤的时候。I cannot 受不了 ，It's so heavy。因为我是巴西人，所以比较容易胖，大腿的部分比较胖，所以我做这个的时候，觉得我的腿比较细。大腿夹着粉色瘦身球，随着动感音乐，屁股左摇右摆，接着换双手交扣夹着球往上抬。别以为很容易，看看阿 Kimi 的手脚，可是超级用力。我觉得是这个，我放在那个球我的脚里面，然后我们是要。Push like this， 我觉得非常的累。I'm shaking too now。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阿 Kimi 转身又站上跑步机，以8公里的时速慢跑一小时。阿 Kimi 说，他一周至少上健身房3到4次，每次运动2小时，持之以恒，不偷懒，也难怪可以拥有令人称羡的魔鬼身材。东森财经新闻，黄安之、金宪中，台北报道。